农历过年就要到了，许多民众喜欢天天新衣，尤其是红色喜气的服饰，有个新年新气象。因为受到点讯，然后想说过年可以挑一些比较时尚红色的系列的衣服这样子。我自己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短版一点，比较年轻，然后可能又可以搭个红色或黑色，比较低调一点。因为朋友都很喜欢这个品牌，然后这个品牌的衣服都还蛮适合20岁以上的女生，然后风格蛮多变的。我们讲一下，有龙有灵，祝您今年身体健康发大财。为了回馈消费者，台湾女性时尚品牌更走访北港朝天宫、武德宫等一共3间宫庙为大家祈福，发送开运发财金，限量8888份，不管是现场还是线上 App 都有抽奖机会。祝大家龙来运转，好运一条龙！祝大家龙飞凤舞，龙年行大运！品牌也邀请许多艺人及 KOL 一起祝贺新年，希望让民众都有开开心心的好年。三立新闻，金萱与周虎。